我们愿同各方一道，坚持开放合作、互利共赢，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，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。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，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。 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，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，深化新三板改革，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。